闻起来挺香的。这个汤看起来还蛮有食欲的，小心点，很烫哦。小学生做的晚餐，色香味俱全的炒茄子，豌豆苗蛋汤，是木耳和豌豆。这个饭也是小朋友蒸的啊，会不会太多了？我们两个。好。你就是我的唯一，我的世界多了一个你，我爱你，我的世界只有一个你，了不起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乖宝贝，我是你的爸爸，爸啦爸爸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乖宝贝，我是你的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是你尝尝，我觉得我也挺好吃的。我是你的爸爸，爸啦爸爸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乖宝贝，我是你的哈哈哈哈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乖宝贝。我是你的爸爸，爸啦爸爸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乖宝贝。再来一个豆子面。是你的哈哈哈。这个豆子呢？分了。我们光盘了。我是你多吃吗？爸爸。永远是你的乖宝贝。所有汤喝就够。爸爸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乖宝贝。哇，一半也没了，好可怜呐！就还有最后一口，你也不放过。走开啦！我先点套餐 A 啦。下次还要中奖，要精彩！啦啦啦！下次给你多弄点。我以为吃不完呢。算吧，就弄，这样以后就弄这么多。为什么？那要再弄多，那真不吃完了。你在思考什么？看了光光的盘子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今天作业这也太少了。